张飞喷喷到三个连坡交大招，击飞了吗？击飞到了一条肥龙，牛魔一个大闪三个，但是伤害已经完全不够了，要往回拉。猪八戒坐进去连坡倒了，全部残血吗？不对，状态都很好。马可波罗转了转四个，我的天哪，马可波罗转满了，转了四个秀逗四杀，他做到了这把唯一的可能性，一杀四，他守住了这波基地，秀逗赚满了，他其实赚了五个人，他赚了五个，这是唯一的可能性，赚满伤害，他赚了五个，兄弟们，不是这个，如果不是嫦娥点金身，这波团战已经结束了，五杀，他赚了五个满大，夹着放的。其实第一时间马可波罗也很细节，而且能扭掉了张飞的大招，不然被迫得交一个进化。是的，他赚了五个。后面转进去的时候是有个进化加。不是这个，如果不是这个金身啊，不是这个金身，五杀了，真的五杀了，他绝对五杀。这波团战让马可还拿到了一个四杀，是的，四连超凡秀逗。连坡出去，张飞直接给大刀喷到了四个人，连坡直接给大开一下，工作人员直接换闪回去，连坡还能老不再给大刀喷到了三个人，连坡还剩一点血，最后一丝血工作人员上去，蓝文都给了一口，连坡已经先倒了 ，GK 撤了出来，没有选择打死战，大刀先转，好转，好转，秀逗，一下走位躲一下长弹，长弓强化不够，追了上去，连坡再继续点二技能，范广被躲开了，二技能贴身去吸，蓝文加速，吸不上来，好好，然后一丝血 ，GK 在冲高点的时候被 XYG 打。一波团灭 ，XYG 三换五，哟，差一点。稳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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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稳住。狂热弹幕转满了。GK 他们想要一波，他们想直接往里冲，但 XYG 这两个双前排。还不能倒下 XYG 很细节，而且能扭掉了张飞的大招，不然被迫得交一个进化，是的，就是说所以他后面转进去的时候是有个进化加冰霜冲击的，看马可这波转四个站在了一起，只有梦兰的公孙离拉扯出了他的范围，这波团战让马可还拿到了一个四杀，是的，四连超凡秀逗跑了四个，连波还拿招拆火先往后退躲掉，好了，牛魔大闪大两个，太肉根本打不动，没有输出 XYG 蓝进场秒一个吗？一个都秒不掉，好了，就靠马可波罗，马可波罗赚大，进场了，杀了马可波罗，有机会，赚满了，马可要死，怎么说？能赚满了，有机会赚躲掉，四杀，雷闷，冲啊！哇哇！我靠，这马可波罗，马可波罗赚满了，死了。我以为结束了，马可波罗赚满了。马可进场完美团战。哎呀，但没用啊，还是难呐、啊。三人高全破了。别急，米哥，这样视野全能撑出来了。不是，问题完美团战，完美团战，有机会了，我觉得有机会了，机会有了。马可真要，马可前面被定身了，马可真要打一打五。大神，马可波罗准备进场。马可真的一打五，他被定身了，他已经缩了，缩在对面好多那个被动了。冰霜冲击的，冰霜冲击加大招，哇，赚满了，这真的拉满，真的拉满，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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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满，尽力了，三杀，哇，爽死了这一波，我靠，挂绝地，挂大 kill， 我靠，阿塔进去弄个狠，马可，哎，赚了，哇，这波马可赚满了，哥们，一个平 A， 自尊平 A 带走了，猫咪这波滚没滚，哇，十一节走位，要被反杀吗，哥们？差一点，哇！冲高点之后被 XYG 打了一波团灭，强行守住了，但是没用。你看教练都高兴不起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赢了。马可波罗秀逗，他知道没有机会了。这手马可波罗压的赚了七八十个。GK 他们想要一波，他们想要直接往里冲。太夸张了，这边张飞活得很好啊。这个连坡好硬啊！对，然后一直没死、啊。看马可兄弟，看马可兄弟，就这一波。是的，他有第二应该。这波马可还是被还被那个一冰霜冲击。哇，真大五个！站在了这波马可大五个，只有梦兰公孙离拉扯出了他的范围。这波团战让马可还拿到了一个四杀。是的，真的是差点五杀呀，马可直接拿了一波四杀。不行，我这个嘴不能这么说。
最后是嫦娥给了一个强的回去，百兽的目标爆墙，剑指爆墙了，剑指爆墙给了一口，雷波已经先倒了，即刻撤了出来，没有选择打死。这个时候马可转，哦，这个马可波罗守住了，马波罗守住了，马波罗和蓝两个人守住了。清风有蓝 buff 的情况之下有点肉，但是扛不住，想换没换掉，守住家了，守住家了。这个时候兵线压力有点大，清风回来，九月把兵线推出去，右边还有一波再滚，但林梦自己都快被兵打死了。九月打完左边打右边，是不是要靠马可？是不是要靠马可？我跟你说了，看啊，马可有个兵甲啊，马可有个兵甲，注意这波 GK 站得很集中，然后牛魔控起来，秀豆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，对不对？然后准备要打了，先被嫦娥定住，五个人转兵甲，看到了没有？这个时候牛魔不是牛魔，朗波给了个控，公孙离拉扯出了他的范围。这波团战让马可还拿到了一个四杀，一个兵甲，一个兵甲转到了炸到了四个人，拿了四杀，然后再靠一个进化。延续了他的大招，转得很舒服。嫦娥给了一个强化补攻，转得很舒服，把他给带走。应该没了，还是有一个经济差在这儿的。雷波已经先倒了，GK撤了出来。廉颇先倒，哎，马波罗这个大招配合蓝冲进来 ，GK 瞬间倒下了四个。啊，那这就是大小王，是吧？你说他是不是大小王？这波怎么说？嫦娥跟沈梦溪互相操作拦过来，沈梦溪没有死。水晶，哇，这波看的人兽血沸腾，兄弟们，但。沈梦溪，哎呦，很极限的二技能晕了一下小兵。那 XIG 其实这么打是对，他这个阵容是这么打的，没什么毛病。你说我激动不激动，意不意外吧？我说实话啊，我还真没那么多意外，因为 XIG 他这，你如果想反打也只能这么打，只要你能打出来 GK 瞬间爆炸，这就是最后的结果。本身 GK 前期优势他是阵容强度导致，但他这种阵容中后期强度是不够的。冰霜冲击的，看马可这波转四个，站在了一起，只有梦兰的直接马可跟蓝刺满了。这波团战让马可还拿到了一个四杀，但是很可惜，马可波罗是最后被嫦娥 A 了一下。如果马可没有死的话，蓝和马可快速的处理兵线之后，还可以瞬间移动一下暴君。蓝动不了啊，这个位置马可跳进来，大错，不一定的马可波罗，我的超人，完了这个平 A 完了。哦，没看到，掉了个好宝，好心疼啊！一点点，但是冰没了，但是没用呀，没冰了，不能吧？不能守不住吧？这不至于，不一定的，什么这不至于？还要出这么冰？不出这么冰，真不一定，我告诉你。我什么东西差点被锤死了。